这边变高了，当心变高能爬出来。你想狗子都能爬出来，白雪他们都能从那爬出来了，你再这样就是给往上爬高了一些。包括那边的湖南，你看人家，都高了，都给加高了。对，这边比起之前的都高，这下可好了，哪个都跑不出来了。是，嗯，门儿看你看看，看门都没有。哦，这个门大。好近视。啊，对对对。我一看这回事，我刚才。哦，这边门儿有点大。啊，对对对，你看你看这个门儿有点大。你看俺那个墙，那个窗户，还能再给收进去是吧？那得装两个窗户吧？对，想装两个窗户呢，要不然以后怕新疆人来刮风。行，那你先弄，弄完到最后看吧。要能弄，尽量的给俺安上，是吧？对。啊。行。这边门也高了，里边人也高了，因为之前太矮了。都能爬出来，现在这样子的话都爬不出来了。主要是他们爬出去别跑了，别的倒是不怕。就是有有有，黑豹，看看好吧？看看看看，你这两个，你在不在呀？啊，这回豹等咱这边铺上设施之后，你都不能再住这个大别墅了。哎，给黑豹单独弄一个，对吧？弄一个，我给他留下来。两个一块也行。行。嗯，黑豹，行呀，你马上要换上单间了哦。你看看你喜欢哪个，你先挑一个。妈妈，到时候你跟那黑豹哥搁一块行吗？行吧，黑豹。弄好了，你看。
嗯，这边弄好了，给大家看。这又重新隔出来了4间。正好以后像给毛孩子要是单独像黑豹这样的话，这会儿够用的了。黑豹得管这个。哎，这会儿弄的也大。对。这个房间大。给大家看，就是跟以前是一样的，这边又多出来了4小间嘛。妈。就是说以后隔离狗狗的话，房间就更多了。小毛毛，一个小毛毛。然后这边门也是像那样都给封上了。卫生间打扫完了，就差把小床什么的给摆里边。黑豹，福瑞，这儿好了，房间又多了啊。猫猫搁里边还不出来了嘞，猫猫，你又看中这个了？你倒是出这个啊？啊？过来，过来呀、啊！这猫笑的，不出来，搁里趴了。过来，出来。包涵，过来呀、啊！你来呀、啊！猫，你要不来，你今晚上都搁这住吧？那一个在里边，是吧？猫，你弄好玩了啊？怎么的？学到那个了？你第一眼偷偷第一眼，那是你的。嗯、啊，第一眼足够了，要上里边来。行吗？咱还没结账嘞，给师傅问问。对，让他那打电话来弄。给俺结下账。行。人活儿都干完了，那俺俩都弄的板凳嘞。就是。行。喂，师傅，这我看那活你弄完了那都，你看看一共是多少钱，连料加什么的，我那个把钱这个我们转给你。4800。对，连料对。行行，好嘞。行。行。那谢谢你了，师傅。没事。行，那挂了，我这转给你哈。哎，师傅回来都上班了，咱这把钱转给他，一共是4850。师傅实际说了4800。行，哎，转卖了。好。